会牵我这呢安，对我的脚步慢慢。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，面上风霜已经远，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。你问我我的名，心酸陪我哭出声，你我夫妻难相偎，你哪会不捌我？白头到老的故事，我想要听，找无记忆的心，等你的身影。咱有同床同被的每一夜，对少年到情啊。我匆匆听不散，两人相爱的有名。啊，恁两个人是安怎？啊，哪会表情熊熊变起啊？有人传讯息讲。有翕到造成人美车祸凶手的影片。什么呀？而且是匿名，敢毋是有人恶作剧啊？不管是毋是恶作剧哦，点过来看卖就知影啊。是像弄人美耶，你们都紧讲，我家己看，我家己看，哎呦！王尚豪跟任美已经看到我团过去的影片，还有小刺猬也是。我想，因即卖一定惊着，佮生气，佮想要甲我碎尸万段。等下因会做回来，还是无论安怎，未来。总是爱来，做伙来嘛好，一个一个来嘛好，拢是我应该承受。小刺猬，这次你真的会让我活到不行，永远永远不可能再原谅我。爸，看这样这么痛苦的表情，应该是发病了啦。啊，都叫退一辈子，等嘛免老啊！
啊，直接摕去饲狗好啊，那无拍算啊。发病，哪会遮紧啊？你身体伤烂嘛啦，七少年八少年就遐无动头，迄若传出去用笑。爸，我甲你警告，若是真样，迄领囡仔双煞，我是袂帮你煞。阿东，你即摆是安怎啦？你是莫甲我讲，你即摆软心，想要原谅伊呢？安尼我是变面咯。爸，你误会啊。冰雪会惊我死，毋是毋甘，伊是想要慢慢啊折磨我。上好我用残废一世人，伊就用享受凌迟我的感觉。牛大小姐，我咧讲，敢有毋对？你袂歹嘛，啊，咱阿母做遮尔久啊，你总算有甲我话听入去啊。无像较早哦，你拢甲我话当作是咧唱歌，无咧甲我信道。是讲啊，我哪会较早拢无想到吼？啊，原来我亲爱老公遮尔重口味哦，啊，介意的是这款相爱相杀的婚姻生活。啊，你毋都较早讲诶，安尼我一开始就会当顺你的意。嘛，唔免做敢那像奴才共款嘞。要安怎讲随着你，欢喜就好。我知影啦，你即马吼一定就无奈对无？毕竟你甲伊的这款婚姻生活，真紧就要结束啊。啊，真耶，失恋呢？我这个家啊吼，做了真正无够好。我第一时间就知影，原来我亲爱老公甲伊的是这款的虐爱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伫你过身以后吼，把你的这个葬礼办甲哩哩啦啦，啊，甚至连新主牌位拢袂给你，安尼就会当让你变作孤魂野鬼，继续享受让人苦到无人要紧的快感啦。平轩啊，啊你那歹心啦，遐紧就变成孤魂野鬼哦，你唔通袂记呢，迄药也是我给伊啊，若照爸咧评估吼，伊应该。我听我当个三五年，予你凌迟啦，死狗哦，唔惊你算，就敢惊你算较闲。梁明轩，我知影你的良心叫狗抱去啊，啊，不过你竟然出卖家己姐姐，你敢来算死人啊？你是要创啥放手啦？弟们啊，但有话好啊讲啦。够好戏通看，你点伊啦？好啦，莫来 QQ 啦，来来，给你妹放过啊，来。你若是无想上到红台尾，想的是啥边啊？爸，你搁起痟啊？紧报警啊！你怕我？因为你欠怕。你这小杂毛，你妈过身，你想要安怎报仇？是你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啊，可你竟然把你的姐姐当作是武器！下药死个伊，向查某人占便宜，好甲伊讲过啊。幼清姐是我唯一认的亲人，你家己就是搞造对。拜托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啊，假使幼清姐若真正对织田坚持无意思，快杀开就好啊。会造成这款结果，就表示幼清姐要是爱伊，我只是甲伊斗三工尔，你拍我是要创啥？安怎？幼清姐走去甲你哭诉，啊，你倒来找我麻烦。无你即马，搁真正当作家己是正义使者是毋？搁毋是要悔改？真正是偷拍抢啊！啊！你放手啊！爹妈啦，紧放开你命咧，着伤啊！安怎？你毋敢想？你要惊你变态小女儿着伤？你唔惊你大女儿受伤啥？真正是好爸爸哈，偏心偏到外太空去啊！唔是亲生的，就当安尼唔？谁讲我偏心啊？恁三兄弟姊妹拢是我的心头啊！我是希望恁吼有话好讲啦，起脚动手，我都解决问题。起脚动手，我都解决问题。啊，唔过会当解决问题的人，我甲拍死，真正唔使乖啊！你给我等住啊！阿婆，我把你头毛全拢扯掉，变成秃头，你要卖哭。
哇！大川集团千金小姐变作秃头，这样意味面一定要下来。来，梁平轩，看车来 ，Say cheese， 小姐。肖正业，你莫来搞到三更，你是来看戏啊？你敢是人啊？我唔是咧看戏咧，我是替你记录咧。因为唔是每一个查某人拢有机会用秃头，而且会用做我肖正业 model 嘛无几个，干那你梁平轩有呢？你敢点名哦？你也搁在那拍哪里吼？我对你无客气。啊，我替阮某翕相，阮丈人爸妈有意见。你有讲查甫人哦，真正无地位。你不是查甫人。爹们，我今嘛总算知影你想怎对人家娘反感了。查甫囝是宝，后生是草。唔对，你是爹们，你唔是梁佑胜，那呢，你都什么拢唔是？哇，这个牛家哪会这么乱啊？好家在，我强要脱身啊！你卖咧破坏阮爸仔囝的感情哦！我实话实讲尔，你差啥？如果点去？都你上差啦！你用家己甲我放开，我就告你家暴，甲你关到疗养院。宋，你不在阳下。讲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对他要亲切啊？你对你娃娘好，甲你当作是亲小妹在疼疼。在你上痛苦、上失志的时阵，拢是陪在你身边，甲你支持。想袂到你竟然这么无良心，做出这款代志，真正是有惊到伊啊！啊！为着达成目的，不择手段，这个无血无目屎，恁家己穿啊，哪会当出卖？好啊好啊，那安尼你就搞太死啊！好歹你无我太死啊！啊，你唔是要替姚静姐出气？啊，你都偷啊！看姚静姐敢会原谅你啦？你俩做我唔敢啥？啊！我今麦要顺你的意，来！好啦，你安尼做从啥？我跟他讲，恁有血缘关系呢，啊，你安尼做？恁邀请者是咪足失望的？啊，你明仔叫人关啊！爸，唔免甲伊讲遐尔济啊！啊来啊，你有啥物台湾啊？你上好都甲我台死啊！啊，等你变做三年红酒，才看张的心敢不够来插你？哼！啊！你唔是想要死？啊，无你即摆是爱啥啊？平轩啊，敢讲两句啊啦！明明咱对门在红花头，佮你甲刺激，你吐袂尔？好啊啦，阿头我都甲你骂骂过啊，吼，来，紧甲放开，吼，谁个边啊？阿婆，你咧话做伙拍？我话文字，你想要走啊？啊，就这样，我出去等你。紧紧甲你骂手放伊等啊！这是无事，我卖会变成脏话。啊，阿爸，你救救我，都爹爹。我紧放开。啊啊！没落去困难啦。你瓜草拢打你去一半，是要安怎跟我这少年人比啊？啊！小正业，啊不你死人哟，不要斗三工。啊！你来要从啥？王慧，我搁对你抱着一点仔希望，结果你一直伤我的心。正业，你敢知影？你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拢亲像刀在流我的毛共款。你哪会当这么傲气？你无甲我歧视，你唔敢玩笑。你一日来都无头无脑，甲我爸、甲我妈，我唔知要讲啥。你到今嘛，阁想要硬拗？你无看到证据，你无爱承认就对啊。哎，妈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，让你气到要倾盆大雨，啊，去见面就拍我，让大家看。
啊，伊若是有伊做歹代志证据，嘛提出来给大家批判一下啊。那无好了呢，上会无礼貌啊。你搞点屁！我咧教是我的后生，轮袂到你来插嘴。妈，你即马徛的所在是牛角，你无经过阮的同意，伊就入来，搁伫遮乱，啥都无资格讲话。搁再讲，萧真燕是我的老公呢。啊，伊做唔对代志，而且做老婆的责无旁贷。哎，卡说吼，若真正有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你就甲证据提出来啊，看会鸡嘴变鸭嘴无？到时阵吼，你要安怎处理伊，我拢无意见。你要看证据啊？我即摆就摕予你看。这就是恁阿萧正燕弄着温记肇事逃逸的证据。这个影片哪会在伊的手头？啊，看见这影片的人。敢若有我甲郑燕尔，根本是郑燕发的，还想要从啥？恁这鸦片倒位来？这敢不是重点？重点是鸦片内底的人，敢不是你？即摆证据拢伫个遮，你还佫有甚物话通讲？一定是有人看袂过你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才把鸦片团给阮的。郑燕。你良心去给搞破去啊！上这款代志你嘛做会出来？你到底要走一个什么程度？今日你拢看到啊，我就无啥物话好讲啊。无唔对，高仁美是我弄的，所以恁是安怎？小陈燕，你真正是……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为了家己自私，连人命都要放过。我咧找人命，找个遐尔尔标记呢？你煞咧假唔知，假关心，哈？无要老实讲，你真正受苦，你讲啊？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你讲。这生气的着啊？那是拍无够，继续啊！就安尼，你不是讲要替人民报仇？这样无力，刚算是自杀无啦？啊！仁信，你有要紧吗？敢有消息？没，这条消息要家己算。剩下一项，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小陈燕，原来就是你把我弄落去山脚，而且你竟然见死不救，我唔着好家在，我福大命大，啊，若无我这点牌，就安尼，无给你阿背下去。杨小云，继续演落去。这边别看，好，好，你把泡泡出轨，你俩准讲拍你就会当准多耍。虽然我今嘛好好徛伫遮，啊，不过你害我失去记忆，害我甲我的亲人、甲我的后生分开这么久，结果你所讲到这么轻松，讲到袂输伤害人，是足正常的代志。萧正燕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杨小鱼遐激动是要从啥？我哪会敢来高仁美负心呢？小俊彦，你安怎伤害我，我拢会当袂要紧。啊，不过你既然开车去弄仁美，你哪会当这么残忍啊？迄个时阵当我失联。刁民！你还阁有理由？
不是你去弄到人的。后来，后来你做什么代志？你直接落跑呢？就算你不是你去弄到一个迟婚的人，你也应该爱打电话报警察，叫救护车。更何况，人的是家己人，你居然安尼见死不救！迄个时阵，你也是赶紧报警。无得下人命，就袂受着遐尼严重的伤啊！你说什么拢无做就离开啊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我上头要肇事逃逸啦，参像你这款唔敢承担家己的过错，伫个代志发生了后，继续想拢无会胆小鬼，是比杀人魔更加可恶。肖正业，你无资格做人。我想，你拄只头迄个应该无够。敢有想要打我的头？我用苦力来给你赚。嫂子，你我知影，原来原来迄天你就是因为弄到人命，所以你心虚，倒来找我冤家，而我死去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对无？所以，只个我跑到海里来救我，就是因为你为着要弥补你弄丢人的过错，根本不是你爱我，你搁关心我对吗？嗯，对啊。我妈是你做客查某囝，我今日你知影真相了后，要找我妈出轨，我当然要为着我妈尽一点仔孝道。我无需要，我哪会教出你这种好事啊？感觉你身躯顶流的血，都敢那萧天雷做派的迄面了，是非善恶拢无啊！做人真正足困难的。我刚才想要过较好诶，你著讲我小贪娘家荣华富贵。即马我真正想要为你想，你搁讲我身躯顶有血，敢若阮爸做歹一面。妈，我到底要哪做，才符合你的标准？你搁敢讲？你搁敢讲哩？妈，这种人，我大日你搁为伊生气。小正业，若是时间会当重来，我真正甘愿我一世人甲你莫相识。我只要一想到，我真正搁认为你有你的未来，你有你的苦衷，我搁想要体谅你。我错，我错，我错啊！我错，阿姐，妈妈跟你分析嘞，是妈妈教出这种不知影悔改的好心，才会去连累到你。是妈妈无路用，妈妈唔对，妈妈跟你分析嘞。人心，妈，是的。干那，予你恨我，才要予你以后搁较痛苦。这嘛是伫我死之前，用替你做的最后一件代志。看这个办事，迄个影片应该不是肖正彦传出去。那你是啥？既然伊即马拢针对肖正彦，那呢，我就先点点伫边仔看戏就好。啊，那无时间，肖正彦那是着急。连高人美是假的，代志拢也揭出来，安尼就废去啊！妈，你敢是摸唔着对象啊？你媳妇伫遮呢，你要揽嘛，应该揽我才对啊。不过啊，你讲了摸唔着啦，你真正吼就袂晓甲惊。林美珍，恁讲的嗰个完全是虚化，没有内容。
啊，不过煞拢无人想到啊，迄所在这么偏僻啊，照理来讲，应该是袂有监视器才对啊。那呢，这段影片是安怎捞出来的？真正是安尼，敢真正是有人设计你欺辱人民，才有这段影片的？可是若是真正安尼，你去讲，你去讲，莫让阮大家哦拢误会你，好不？妈，你莫问啊，你着跟人心做伙混活就好啊，我拜托你。小正英，你讲话啊，你哪无要讲话？我甲你讲，这代志后壁主事长不管是啥物人。伤害人民的人拢爱抓起来，一个拢莫想要走啦！讲袂出来啊！肖正燕的方去掉，一定是有人设计伊。啊，若这个人是啥？应该就是你，这死老狗！你要这样介意肖正燕啊？介意介意，一定要闹出人命啊！在老爹身躯边，卖点我白讲吼。肖正燕家己做歹代志，啊，恁即马拢要煞煞对我遮来，莫名其妙呢。当初发生代志的时阵，肖正燕也较勇敢，直接去报警察。今日结果干嘛呢？啊，迄类的选择啊。当初是罗依依甲我讲，分期甲我撮走的，当然嘛甲刘进川有关系。啊！不过我即马袂愿出声，若无伊一定会感觉我足奇怪，哪会知影遮尼济，嘛会怀疑我都毋是杨小鱼，安尼就会破坏我跟杨小鱼的计划。哎呀，事实证明，我亲爱的老公啊，就是无法度抵抗荣华富贵诱惑，所以就会选择跟我做伙，然后才跟你精神外遇。张远新。啊，有一个安尼痴汉，甲你煮掉嘞，你是感觉足甘心的，还是感觉足恶心的哈？你敢知影，我上痛苦的是啥？是你明明知影，人美甲我是同姓同名姊妹啊，伊是我一世人上爱的人，应该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以后的人生就干那剩痛苦，结果你竟然想我这尔啊，想去伤害伊，甚至搁阮骂阮大家，我只要一想到你干那咪弄落山坑，伊会有偌痛偌无助，我的心就有偌痛。小正燕，你真正比我所想的搁恐怖一万倍。你唔若心予鬼迷去啊！你根本就是一只鬼，你甲梁静川拢是鬼。你放心，我对你袂阁有任何感情啊！我只是替妈感觉重大。日清，你唔免替我感觉唔大。我就当作我无生过这个后生，安尼就对啊，小刺猬，你到趁这个时阵，甲阮妈离我愈远愈好，上好为今仔日开始，袂阁见面啦。嗯，那呢，就叫恁母仔囝啊。幸福快乐。你实在是，你实在是，阿姨，人生讲了无唔对啦，代志拢安尼啦，无代理你生气。对啊，妈，安尼就对啊。为着你有王尚豪、高仁美这对假后生、假媳妇，愿照顾你、关心你。那无你安尼个小对待我？我也感觉就有压力。这款话你讲会出来，这款话你讲会出来。哎，
你的良心是有够无去啊！你哪有法度讲出这款话啊？啊，搁有你这只鬼，你当作你做遐尼侪歹代志，都无人有你的话了。你欺负善良的人，破坏别人的婚姻，控制别人的命运，当作安尼就会当无法无天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你莫笑输啊！我即摆就会当直接甲你讲，你的好日子就到今仔日为止啊！我张元勋就是你的终结者。我你是电影看伤多少啊？我正正当当咧做人做事，我敢会惊你阿婆？就是啊。干嘛呢？那你就等你看。爹妈，你敢搁会记得你正正甲我讲的话？当然，我甲你讲过真侪话，不管是啥。只要我有答应你，我拢会讲到到，做到到。张仁心，我警告你哦，卖阁想要离婚就算，那我对你无客气哦。你甲我讲过，要我嫁予你。我即马就当大家的面头前宣布。我的回答是 ，Yes, I do。你在做嘛？哎，小正业，看起来即马除了家己靠多以外，连张仁心嘛来插回啊，还要家己领地呢。安尼真好啊，看起来你存无偌济王八死人，会更加精彩。仁心，你安尼敢袂想过冲动？结婚是终生大事呢，安尼敢袂想过凊彩？妈，你甲爹们是朋友，这阮拢了解，阮嘛了解。你甲爹们无咧交往，迄款的状况，你就讲要嫁予伊，你安尼根本是赌气。是啊，仁心，我知影你对郑燕真生气，啊，不过。你嘛袂当为着赌气，你着凊彩做决定啊！这是一世人的代志呢，妈妈希望你莫遮尔啊冲动哦。妈，几乎仁美，你莫阁苛刻我。爹妈爱我，我嘛介意，我相信伊袂辜负我。啊，不过婚姻。不是办公会啊呢，人咧讲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啊，恁两个人连相爱拢还袂开始，都莫讲相处啊啦，啊，以后你若是后悔要安怎？阿姨，你嘛了解人心的个性，真歹听袂入去啦。我就是因为了解伊的个性，唔才会伫个正燕伤害伊，伊结束伊的婚姻了后，我想尽办法要来保护伊。我就是希望伊第二段的婚姻莫阁失败啊！我知阿姨对仁心的用心，会给我甲伊讲看吗？好啦。爹妈，自拄食到今嘛，恁拢无讲话，我敢袂当听看卖你的想法。仁心，
我爱你，这是肯定的。你只要听到，你也介意我，我是真正很欢喜的。啊，不过我知道你是在过去的。结婚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应该先冷静下来，才好讲？我真冷静，而且我也无想要改变这个决定。除非你后悔啊，无想要娶我。当然不是，会当娶你，是我思思念念的代志。你敢知影？我不是一个真简单就当信任别人的人。你是除了有亲姐以外，头一个华姓的，华雪保护的人。啊，不过，你是不是应该加开一寡时间好好想看卖？我敢真正是你愿意做伙行一世人的人。是啦是啦，仁心啊，爹们讲了真有道理啦。我知影，你是因为进前郑燕所做的一切，你拢认为是真心诚意的，所以连你嘛予伊感动着啊。啊，不过结果你发现，伊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要弥补伊的罪过。所以你才会这么啊伤心，这么啊绝望，你才会做这款的决定啦。妈，今麦讲这已经拢无效啊！我讲过，我对郑燕已经无任何的感觉啊。我知影，郑燕罪该万死。啊，不过我想想的，可是郑燕，伊这么啊无良心，那安尼，伊连弥补都唔免去做，敢唔是？啊！我不是为着我迄个日子替伊讲话啦，我只是想想，看到人心要嫁入去娘家，我这个心魔，我真正袂得过。人心，可是你若是要追求你的幸福，妈妈会祝福你。啊，不过你即马安尼，你叫妈妈是要安怎放手？你叫妈妈是要安怎对恁秀莲妈妈交代啊？妈，你莫烦恼，我妈迄边我会家己去家己解释。仁心呐，你遐尼啊任性，遐尼啊冲动，我恁讲话恁拢无咧听，敢真正爱甲妈请转来？啊，甲你阻止，你才愿意改变你的心？而且，仁心。我知道你安尼做是唔甘我，我唔但是唔甘你，我是唔甘恁所有的人。是安怎咱大家爱戆戆徛伫遐互欺负？是安怎咱袂当反击？是安怎只阵被逼咱袂当做小人？这是啥物规矩啊？你嘛知影我的个性，我无可能戆戆徛伫遐互因骂、互因拍，爱我互因欺负好耍，即世人无可能。仁心啊，姊夫讲话你爱听啊，这款的代志哦，袂用冲动，袂用过去，知无？好啦。啊。仁心已经做的决定哦，是袂改变的。即马大家情绪拢足激动的，咱就让伊两个人好好讲啦。我知影，我即马讲啥拢无路用，对吗？我个人对你并无什么意见，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照顾人心，好好保护伊，莫阁予伊受到伤害，还是任何的委屈，算我拜托你好无？阿姨，你放心，我给人心看个比我家己性命阁较重要，所以你唔免烦恼。阿姨，算好，咱就先离开。你跟我讲，嗯。
任性，其实我知影你的想法，你是要保护四老家，是要去萧正燕，我拢会当甲你斗三工，做你的靠山，无条件的去支持你，甚至乎你利用。啊，不过你感情真袂后悔。我不会后悔。感情是嘞，真是嘞，你到底爱问几遍？因为这件代志真重要，所以我更加爱确定你的想法。任性，你敢真正愿意嫁给我？既然我都已经讲出嘴啊，我就是认真的。那恁你千万唔通后悔，因为我嘛是认真的。我袂后悔，啊，不过你嘞？你明明知影这毋是爱情，你阁愿意配合我？不管你讲啥，你想要做啥，这拢是我上重要的代志。只要你讲会出嘴，我就一定会去做，去配合你。多谢你。应该是这个结果，到底是倒位不对？我这么辛苦才把你撒到远，为了就是卖让你危险，你竟然自己跳离开，你叫我是要哪才好？哎呀，亲爱的，啊，出来都要办喜事啊！你想哪一点欢喜拢无？啊，佫叫一个面厂坐伫遮，唔知影人佫叫是咱兜是要办丧事呢？哎呀，你安尼哦，雄雄变甲遮尔斯文，遮尔恬，我真正都袂惯习呢。哎呀，你想哪哟？啊，敢是你的喙齿发白啊？所以才讲袂出话哈？哦，等一下啦，咱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好好抬杠一下。若无，正常厝内底拢有别人甲咱教养，啊，咱应该趁这个机会，好好聊聊天，谈谈心。明天你要着急要走嘛？我甲你无话好讲。等一下啦，好啦好啦，莫讲咱，那呢咱来讲你肇事逃逸的代志。老实讲，迄个鸦片，敢是你传出去？我唔知你咧讲啥。哎呀，咱是红阿婆呢，从啥认亲啊？你搁俩阵讲，我会看袂出来，你就是感觉甲伊活袂久啊。啊，今仔种人生伫你死后，伤过伤心，伤过痛苦，我甚至会想袂开，啊去学迄罗密欧与朱丽叶，走去殉情。所以才超故意把迄个影片传出去，要让张仁心替代忘魂你，离你较远的，对吧？你是有幻想症啊？有病去看医生，莫直接烦我。哎呀，创啥不承认呐？老实讲啊，你甲张仁心这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哦，确实有感动到我。害我吼，差一点仔拢用要目屎流目屎滴啊！想怎样？代志永远不是像阮怣人想的遐尔简单。亲妈，弄巧成拙啊！不过你最后乖叫伊一声阿嫂。
你是讲错的。你有时间直接搞人小鬼，不如想办法，看要安怎对付爹们。你明明知影爹们真讨厌你，即马人心要嫁予伊做伊的太太，看你是要安怎？我的代志吼，都免你来操烦啦。啊，电脑是你啊！啊，你本来设计好的剧本，煞有张恩星替你破坏啊！原本吼是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，啊，即马煞变作暗恋家己阿嫂的不伦剧。哎呦，其实安尼想想哦，嘛就即个呢。你敢点袂？你在想？安怎啦？你即马是见乔丹生气哦？讲无两句就起批评。因为有人完美表演，什么叫做讨皮的？我讲的是话一声尔。你莫袂记你进前吹箫的时阵，爹们是安怎对付你的？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啦。啊，咱人吼都应该向前看，都像你啊。你的情母现在已经变作是阿嫂啊！大家吼，关于住伫咧同一个所在，所以应该相亲相爱才对。啊，对啦，我会记得甲你提醒，你以后若是看到你的阿嫂，哎，记得唔通阁怀疑人心，人心也是我亲买的小刺猬啊！啊，安尼好啊。我就来陪你吼，来模拟一下未来的状况，安尼才会当互你有心理准备者。爹妈，你哪会这么厉害啊？安尼一届都互我有声啊，无像我伊迄个前翁，不前翁拢不袂出来呢，哪会这么无路用啊？人生小宝贝，咱以后吼要说过的囡仔拢不是问题。啊，那迄个无路用的妹婿，萧正燕，我一定吼伊嘛活袂久啊。安尼以后无人替伊捧到，迄嘛是伊的命。梁品娟，你讲啥？你这是心理变态查某人，因为这个家就是愈来愈老的，愈来愈变态啊！你看哦，我有一个敢若爱查甫人的爸爸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哥哥，有一个让我母甲用要起笑的姐姐，还佫有你啊！一个一看到家己的阿嫂就精神外遇，煞无精子的老公。你无感觉这个家吼愈来愈精彩啊呢？安尼吼一定会当列入清室世界纪录。我真正就想要知影，我这个未来阿嫂，伊最后到底会变作白莲花，还是白月光？我叫你卖阁讲，你无听到啥？你都唔知影。我有外希望张仁心嫁你吧，因为吼，我真正等袂赴，要看到你用痴汉的眼神看到伊，煞食袂到伊。而且吼，你搁逐工爱看到伊甲你上讨厌的弟妹困共一张眠床，做咪是对正常翁仔某拢会做的代志。啊，是讲吼，这间厝隔音无讲介好呢。所以你以后吼，可能逐工拢会听到血压升高。啊，安尼蛮不易吼，你若是去到中风，啊，你迄歪起的面，去让张先看到，无得开，佫会感觉好佳哉，佮你离婚啦。Damn it！困难的吼，啊，唔是渐冻人，安尼摆药啊，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啊？廖炳全，你真正无想要我啥？
安娜，想要泡啊？安尼都爱泡较准的哦。食，还要够食，而且哦，一定爱好穿啊。安尼我才会当随手去张仁先面头前给伊看。而且我搁顺便开讲讲，我到底是讲啥物话，叫洪文安甲我泡干的。安尼啊，当场就会当给你泡干啊，干嘛安娜？我警告你，你若再讲一句，我就把你的头壳像是拄只物件同款，无你永远无法度讲话。好啦，白讲就白讲，为着我应该讲的嘛都讲煞，我搁爱活较久的，才会当看你受罪。而且，即马痛苦的人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所以吼，食就予你尽情发挥。啊对啊，你唔是真爱啥物件？哎，我甲你讲哦，还阁有食，只有三个，啊，阁有遐，阁有这，随在你想，哈，就尽量食。歹势，经理临时叫你过来，安尼敢会去耽误着你的工作？不要紧啦，你妈好意要请我食饭，就算讲我有搁较重要的工课，嘛先放边啊。啊，不过我安尼双手空空去，也是歹势，还是我先来买些扒手。唔免，我妈袂计较遐的，顶多是我妈感觉顶边食饭的时阵对你较歹势，才会叫我不管安怎一定要带你来，伊要用伊的手露菜好好弥补你。是咧歹势啥啦？你妈真正是小客气的。啊，不过若是因为安尼会当食到你妈做的手露菜，这算我赚着。你带尼克回来吃饭啊？是啊。啊，你咨询一下，刚刚就当的。啊，是啊。啊，就遐个农民收过热情啊，送我因家己做的辣椒酱、腌萝卜干，还有泡菜。啊，就是因为伤重，我唔才用送的。你安尼送哦，伤我会破去啊。我来摸啦。哎，唔免啊。啊，差无几步路，我家己送的就好啊。安琪，等我分好再摕去找给恁啦。不要紧，我来。领导伊说，阿姨，不要紧啦，你着让尼克甲你斗三工。我先等伊甲我妈讲一声，你较等伊再来。安琪，莫讲话啦，你若讲唔敢讲，恁到底在倒位，我手会断。哦，歹势啊。你都要来，阿姐，你妈妈真心呗？啊，状况安怎？伊还袂真心，啊，不过看起来已经稳定足济啊。多谢阿公的关心，伊若是真心，我会阁通知你。
社区的保全真好啊，哪有可能有贼仔走入来？而且，那大楼的监视器嘛，什么拢无拍到。啊，尤其在厝内，阁有变啊遐尼乱，甚至尤其嘛受到攻击。我敢讲，唔是普通的贼仔，是有人挑工要来针对尤其啊。那是牛津村的查某囝，搁在变鬼变怪啊！吼，这个牛津村哦，讲话无算话，这条我绝对甲吐回来。是安怎啦？家己切气，心情无好？哦，那无啦，我都想到一挂公事啦。卖搁想公事啦，今日哦邀请尼克回来吃饭，你就较专心陪人客。是讲安琪那也未转来，你替我打电话给安琪啊。好好好好，我问啦，我问啦。哦。这个戴尼克跟王三台，那谁做小强？那声音嘛，同款同款。那是无关系，无可能会这么神啊。等一下哦，绝对要好好甲观察一下，看伊到底是什么来历。好啦，菜拢准备好啊。那我只有你一个啊，安尼可咧？阮伫电梯口拄着阿姨伫咧搬物件，你去看伊搬完恁当，就甲伊斗三工，等一下过来啊。你哪会叫人客哦，斗搬物件啊？你实在是，就是甲伊当作厝内底的人，才会互伊斗三工，叫伊做代志啊。若真正甲伊当作人客，我就袂叫伊去做啊啦。吼吼，甲伊当作厝内的人。啊！我敢唔讲我同意啊？安琪啊，顶摆是较谨慎啦，啊需要较侪观察的时间，你莫想伤侪吼。啊是讲，尼克去甲金花阿姨斗三工，恁哪会无得咧去啊？啊，着留金花甲尼克两个人，安尼敢有妥当？唔免啊，我去哦是加点地尔。吼，唔是叫你去搬，是叫你去甲顾掉的啦。迄、那个戴尼克哦，西祖甲金花啊，以前迄男朋友是一模一样呢。啊，你真正放心，互伊两个单独做伙。我是超工无爱地去的。进前尼克甲恁见面时阵，恁的反应遐尼大，伊拢想要去整容变脸啊。我若搁地去，伊毋着知影我心内搁伫咧家叫。我是想要表现我对伊的放心。你是咧假啥物大方啦？你就是爱让知影讲你真歹料理啊，伊才会认真来对待你啦，哈、啊！你安尼啥物拢替伊想，这么体贴，嘿，以后吃亏就是你啦。我就是感觉乌的啊，妈对你这么啊体贴，总是替你设想，你若叫伊往东哦，伊绝对唔敢往西啦。莫讲来我吃哈、啊，你是阮妈呢，我哪会无了解你？你哦，敢若歹迄支嘴，还佫有结一个腮面啊？啊，不过爸那是八九天，你嘛是同款的生意啊。哦，我是为你咧设想的哈、啊。我咧讲啦，感情这款代志哦，吃亏的哦，拢是查某啦啊。我是希望讲哦，你安尼哦，加较观察一下啊，唔通这么紧就认定啦，爱加比较啦。爸，你之前一直叫我找一个好的对象，若是找到就紧嫁。啊，听到尼克的条件，你嘛一直咧胡闹啊，哪会是看到伊态度就拢变啊？你敢这么要紧伊的面啊？哎，对了，我是看讲哦，你对伊这么体贴啦，哈，以后吃亏的就是你啦，哎，就亲像之前迄个织田拓海啊，对不？就叫你莫再讲这件代志啊！你若讲安尼哦，我就不准秀秀再跟你讲话，下边你伫个秀秀面头前哦，再讲一挂有诶无诶，去破坏秀秀甲拓海因一家人的感情。啊，无咯。啊，好啊啦，啊，咱请尼克吃饭哦，你讲对拓海一边要创啥啦？就是讲啊，好佳哉。尼克伫咧阿姨迄边斗三工搬物件，若是互伊听着，大家毋着拢去家叫的。等者哦，尼克来食饭哦，你上好乖乖食饭，莫阁讲迄五四三啦。阿哥有，今日彭丽宏无伫个，安尼兼一个白目的，爸，你莫连彭丽宏白目的份做伙掺来哦。吼、哦，我是为你好，然后你嫌到安尼哦，啊，煞落去，煞落去。
啊对啦，啊不是讲咧搬物件，啊是搬去美国去啦，搬遐尼久，我来看卖啦。看啥？有啥物好看的？阿姨是搬农民送来的，辣椒酱甲腌萝卜干拢是妈爱食的。伊有讲，伊若分好会甲咱送来。啊，无得靠尼克是咧等阿姨分好，顺续替咱摕来啊。你这么袂堪要等的哦？哎，阿姨看物件是有啥物重要啦？啊，啊，啥物时阵送袂用？啊，甲人客留伊遐，啊，是啥物体统啦？莫名其妙有影。哦，我看你可能是对金花真袂放心嘞。甲迄个生错甲王三太共面的尼克，你单独相处，你若是放袂落心哦，你若是要去哦，你就去啊。无啦，啊，你嘛知影，迄金花最近哦，真毋是快哪着哦？哎呦，进前大兄要停立新的时阵哦，伊几个人就拢变一个款啊，还佫有啦。啊，大兄过身以后哦，伊竟然哦，互立新哦，甲迄个张家良斗三工，对无来对付咱啊。所以我就想讲哦，咱即马甲迄个戴尼克也毋是真实啊。啊，万一哦，金花伫迄个戴尼克面头前，我袂讲话，哦，迄戴尼克误会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对无？袂啦，尼克是要误会啥啦？就是咩？啊，金花会当甲伊讲啥？啊，尼克嘛无要参加地方选举啊。哦，我惊哦，你是烦恼金花，惊伊互伊搞去啦。啊，既然遮尔放袂落心，你就去啊。安琪啊，哦。咱莫阻挡恁爸啦，伊想要去哦，让伊去啊，伊想要去顾好伊迄朵花啦。无啦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哪有安尼啦？你莫去，那安尼我替你去顾啊。花弟安是嘛有讲啊，我拢承你啦，承你承到八九天啊。哎呦！哦，妈是的，是我爸爸，我讲唔对话啦。妈，你今日专工传这段，就是要甲你去回失的，讲到安尼。尼克就定义是来吃鸿门宴的。哦，你安尼哦，这么要紧，伊的感受是无啦。我咧讲啦，那总我甲你妈哦，拢袂当甲考验一下哦。这款竞赛我无咧稀罕啦。你是要考验啥啦？哦，啊你哦，你就是爱着较惨死啦，才变作单亲妈妈啦。我咧讲啦，这边哦，我就是要甲这个哦，戴尼克哦教会响啦，或者啥物代志哦，你才能陪家规矩来啦。或者怎样讲哦，啥物话拢爱听你的啦，唔敢喊口啦。哼。只是伫咧爱因兜尔，你安尼专工走去，毋着等于是咧怀疑。安尼尼克真正足歹看诶，敢讲伊生迄个面是伊家己会当选着诶？我拜托你，莫阁甲我找麻烦了，好无？这个相片是当年我甲伊做伙买，讲好是要放阮的结婚照。结果，伊即马煞摕来，放伊甲彭启明的全家福。只要是俄罗斯彩蛋，相上海拢好，就像阮的感情同款。只要相会当互伊挖苦，伊就对相好，是我想戆啊。多谢你，予你遮尼辛苦啊！这是阮农会出产的水果，也搁有茶米，你食看卖。假使若有介意，顺便抓转去食。金梅小姐，免麻烦啦。啊，你甲安琪做伙叫阿姨就好啊。我甲你也差无几岁，叫你阿姨，感觉就奇怪。你拄只哦，嘛看到这相片啊，我的后生哦，拢比你红较大。假使你若叫我阿姨袂惯性，那安尼你嘛会当叫我宋理事长。啊，不过恁个宋金光伊是桃红公会理事长，啊恁两个共姓，我若是拢叫宋理事长，安尼毋着乱去啊？袂啦，啊乱来乱去，安尼较趣味啊。啊无你着叫我宋女士。啊，安尼甲金花小姐共款意思啊？袂啦。是有淡薄无同啊！一般小姐是咧叫还袂结婚的，啊，不过你后生已经遐大汉啊，叫你女婿应该是会使。你真正足捌礼数的，为着要叫我啥，会当跟我讨论遐尼久？当然啊，因为我甲安琪是足认真，以结婚为前提咧交往的，所以对于厝内底的人，这分寸我会抓好，较唔免互人讲闲话。请坐啊！
坐咧饮茶，食水果。免啦，我过去安心到食饭，阿姐阿姨应该伫等我啦，哈。看起来我真正哦，爱去整形换一条面皮，较免恁大家一直误会。啊，无啦无啦，是我较歹势，啊，我都对三个，王总裁迄边啊，都知影讲你甲三台实在真共啊。啊，我嘛一直甲家己讲，恁两个是无共人。啊，毋过遮尔近看到你，我忍袂住。会去想到伊，啊！我想过一段时间，我就会惯势啊，袂阁摸唔着。看起来，你对你之前迄个男朋友感情真深哦，到即摆我阁想起。不过你后生已经遮大汉啦，因分手应该有二三十年哦。是啦，啊，不过哦，该放下的我拢放下。现在对他没感情了。每天看到三台好心立行，我哪有可能把他放不下？为了立行，我才紧到现在。真的是没感情了，这外头就随看他彭启明那里送金杯。你这细姨哦，真正是做也真好。我即马才知影，只要会当互你食好用好，啥物人你拢会当接受。宋秘书，想袂到你敢若足介意我送你只俄罗斯彩蛋诶，竟然甲伊放伫你全家福相片边啊！啊，你送互齐明，还佮有大姊弟吼，物件拢真实用。是安怎？你会想要送我俄罗斯彩蛋啊？那亲像是，你知影我真介意这项物件，啊，不过嘛，敢若阮哥知影，我无向任何人讲过。这样拄好呀！这是我伫个经理买的时阵，店员甲我介绍的。伊讲每一个俄罗斯彩蛋内底拢有一个梦想，我想来想去啊，唔知要送你啥。我就想讲，规天送你一个梦想，这感觉也袂歹。你真正足浪漫的，啊！不过我的梦想，伫咧真久以前，都消失去啊。是安怎讲？哦，歹势啊！甲你讲遐尼济，咱这实在无偌久，安尼真正无适合。不要紧啦，咱以后拢会是一家人。我嘛想要加了解安琪伊个亲人，啊，不过宋律师，虽然你看起来就少年，啊，不过我总是感觉咧，你看起来拢是有心事的模样，你是不是压力伤大，还是心内有啥物夹透袂开的？歹势啦，就像你讲的，咱实在无偌久，我实在无应该问你遮个，你当莫回答我。啊，袂啦。讲出来嘛，唔惊你笑啊！我的前男朋友我捌讲过，伊要送我俄罗斯彩蛋，啊，不过伊袂付上，都过身去啊。虽然这物件即马随时拢买会着，啊，不过我嘛已经几十年唔敢去看俄罗斯彩蛋啊。就算讲经过有你卖俄罗斯彩蛋的店，我拢会跳过伊家另外一边啊！啊，因为你雄雄送我这个彩蛋，害我心肝内真正足激动的，啊，才会去想到少年时阵的代志啊！啊，就安尼。看你这么感慨，这应该对你有真深的意义吼。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嘛？甲你讲，伊要伫俄罗斯彩蛋内底放一个手指，然后甲你结婚。你哪会知？我以为啊，无过会当讲啥，一定是安尼讲，才会互你记条条。不过话讲倒转来啊，真侪查甫人哦，拢是嘴安尼凊彩讲讲的，互查某囡仔听了足欢喜的。事实上，
因啥物拢做袂到，甚至连一只彩蛋拢买袂起，更卖讲是结婚手指啊！加在因男朋友吼，真早就往生啊，若无我看，你早办嘛是对伊失望，该分手，另外找一个买起。我知伊买袂起啦，啊，不过我并无伊买袂起来去嫌伊。伊有迄个心，比啥物搁较贵重。理论顶个男女朋友，迄阵个谜语拢袂听个啦。而且宋女士遮尔水，追求个人应该袂少。伊个嘴若是无确定个，安怎掠会着你个心？我甲阿台个感情，袂去受着任何代志个影响。我甘愿做工课，做较较辛苦个。嘛是求一顿温饱，只要两个当做伙就好啊。我甲阿太感情，是我唔捌欺骗伊，伊嘛唔捌欺骗过我。人生会当拄到几遍，这么单纯的感情。啊，不过若真正有心要买，啊，无一定买袂起啊。伊敢只是咧人吹灰，我要爱的不是礼物，是伊的心意。阿太为着我解冻，为着我遐尼打拼伫咧做工课，伊所赚的钱全部拢交乎我，这比送我彩蛋搁较有意义。伊也无买彩蛋，迄是因为我甲阮哥叫伊卖买，伊为着要欠钱买阮两个人的厝。伊连家己上喜欢食的七里香都唔敢去买来食，我哪有可能因为我小小愿望，给伊开遐尼侪钱？我甲阿太感情是互相体谅，并不是你所讲的安尼。爸妈。恁敢一定要去看啊？恁就这么无信任尼克哦？哎呀，袂啦，咱若金花仔才找伊吼，是怎将金花仔做伙食，无这无啥啦。啊，不过你的态度就是咧后白相，安尼我就无面子诶。袂啦，我甲恁爸哦，怎样分寸啦？会看书办书。哎呀，我刚才无歹去，这相片看起来真旧，嘛得要歹啊！啊，这是恁全家福的相片，恁哪会无爱用一个较新、较好的相片？啊，我有朋友是卖相片啊，我叫伊提一个给你。我无需要。哦，因为这个相片对我来讲有纪念性啊，啊，我较少钱，唔敢换。搁再讲，这愈旧的物件是愈有感情嘛，较有温度。啊，这是用钱买袂着的啊！我袂倒去。那安尼哦，就麻烦你啊。啊，之前拢是阮后生替我扛的，啊，那我爱扛，我就爱搬椅仔来啊。这相片有一个角度，底下放好后，较袂落落来。戴先生替我把相片放起哩，啊，边仔物件差一仔掉落来，伊是搞好掉的啊。是啦，是金花。啊，唔是啦，我是要替宋律师把迄相片放好，啊，结果无放好，我惊相片落来会牵着伊的头啊，啊，所以我才来保护。唔是恁想的安尼。迄相片旧啊啦，
阮爸一直讲爱我，啊，不过阮阿姨就是唔肯换。阿姨，你看啦，囥遐尼久早就歹去啊，赶紧换一个。哦，唔免换啦，规日囥在厝的也无影响啊。阿姨的相片是啥物啊？阿姨你嘛真奇怪，竟然这么介意。尼克啊，你伫遮甲金花开讲啊？啊，你是袂记得要来阮家食饭啊？啊，唔是啦，阿姨，我是顺便替孟母行过啦，啊，顺便讲两句啊，啊，结果听到伊讲到伊过去真多代志，我听了真感动，怎袂记时间？啊，是嘞。无紧啦，你去接电话。歹势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。那安尼，哎，那会用走哎？好，啊，你甲副总讲者，讲我连袂转去，啊 ，OK， 啊。银行那边出代志来哦。是啦，一个客户投资出问题啊，银行其他副总对这部分也无拢无了解，一定要我转去当面甲解释。阿姐，阿姨，歹势啊。本来廖总讲有时间会当吃着阿姨的手落菜，啊，煞想袂到临时有代志。走啦走啦走啦，无啦，我先去甲你食饭啦。爸，听起来足重要诶，无你先去处理，饭随时拢会当食。啦，安琪，无你甲恁爸爸讲者，临工哦，我请恁食饭，甲伊回息咧，啊，我先转公司。啊，歹势。宋清华，你有要解释一下无？啊，你拄只甲尼克欠遐尼金是啥物事啊？我拄只已经讲过啊，伊是替我把迄个相片藏起哩啊。吼，遮尼拄啊好，啊无代无钱嘛无地当，啊物件家己落来。啊，就讲，迄个相片啊早就已经歹去啊，啥物时阵落来，谁会知影？阿姨，你嘛伤欠啊！迄物件早就歹去，应该要换一个啦。是啦是啦，紧换换的啦，换一个较用的啦，以后才无借口啦。我哪有啥物借口啊？就是啊，你看啊，茶甲水果拢穿好啊啦，啊就是想要甲安琪的男朋友留下来，好好甲你开讲啊。啊，尼克替阿姨倒搬物件。阿姨请伊啉茶，吃一点仔水果，嘛算是礼貌嘛。尼克知影要来咱家吃饭啊，就算讲要解释多些，嘛要等尼克吃饱才阁讲啊。啊是金花会当做伙来，大家嘛欢迎啊。啊即摆是安那？啊两个人安尼单独相处，安尼敢有妥当啊？我只是加甲伊讲几句话啊，大姐。你莫踮在遮暗示一寡有诶无诶，好无？吼！啊，你啥物时阵变到遮尔敖开讲啊？哈！哎，啊，你明早阮拢伫等戴尼克呢。啊，真正要开讲，你会当来啊，做伙食，做伙开讲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甲戴尼克留遮尔久，无怪富美会生气啦。哈！只有我生气是，你着无生气啊？无啦，我是会当安怎啦，对无？就算讲我看伊内面感觉真内疚，哎，啊，不过安琪就已经认定啊，我无介意嘛，袂当安怎对无？啊，搁再讲啦。啊！若是去互阮某哦，讲啥物我伫食醋，哎，我毋着搁较嗨。安琪是咧啦，我真正无想遐尼济。我只是想讲，戴尼克是你认定的男朋友，我希望咱一家会当较和谐的。结果我所做无好，引起大家误会。你平常时啊，目色真好啊，哪会这款代志拢处理袂好啊？啊，是讲吼，你已经即马大汉啊啦，无需要平家的栽培啊，你嘛愈来愈自由啊。大姐，不管你成即马安怎，阮母仔囝同款拢是平家的人。你找伊讲啊，
你认为你是平家的人，啊，不过你逐天安尼想空想胖啊，甚至哦，即摆要巴结安琪的男朋友啊，这款话哦，敢讲会通？当初阿兄栽培你成啊，啊，你就想要母凭子贵，甚至我拢唔知影阿兄讲啥物。只要你做大母，市民就会当继承平家财产这个主意啊。啊，我唔知影是讲这是阿兄讲的，也是你特别使人。我真正无，大姐，咱的误会敢唔是已经解开啊？搁再讲，即摆老院长无伫个啊，一切嘛无改变。是，就是因为阿兄无伫个啊，这一切才恢复到原点啦。所以你才会看破，对这口罩放弃希望啊。安琪的男朋友啊，甲你的前男朋友谁做啥尼相共啊？又果是黄金单身汉呢？你会当趁你即马水水哦，会当抓到一个长期饭票啊！哦，安尼讲起来，我甲安琪哦，阮母囝两个查甫人，拢互你抢抢去，互你搞搞去。宋金花，你实在足敖的呢，哈！妈，你讲话先怎要讲到这尼恐怖啦？互你惊到啊！你即马互我惊到，拢是假的啦！到时阵哦，你若是互伊惊到，你就无法度回魂啊啦！大姐，我真正无安尼想，我对戴尼克真正一点仔想法拢无。我敢就算，我卡苏哪有想法，我做个有钱老师。啊，别讲就算。当初吼，你嘛有对我就算呢？讲啥？你袂破坏我的家庭啦。结果嘞，这么侪年过去啊。你咒的咒嘛无应验吗？啊，即马搁要咒咒，我是要搁要等啊二三十年哦，等你七八十岁时阵才来应验哦。迄个时阵哦，你拢已经寿终正寝了啦。妈，你哪会讲这款话？我对尼克有信心，伊袂后袂来诶。宋清华，你莫怪我啦，我话个讲较重啦，也毋过。真侪代志哦，我拢藏伫我的心肝内啊。我会当趁今仔日，甲代志拢讲予清楚。是，当初你生的代志哦，你有去伤害着我。啊，不过想想啊，是你哄哦，唔正样啊，我无话通讲啊。也不过你会记啊，虽然讲你伫平家无名分，也不过这么侪年来。我有的，你同款嘛有。平家无对不起你哦，也阁有，你上好会记，你是彭启明的查某人，你若是予启明歹看，安尼你连做人的道理拢唔知啊！大姐，你硬要诬赖我，就算把我拆害嘞，我嘛洗袂清。你无啥靠我看啦，大家拢莫用这招，你靠！我是骗你讲我想要哭啦，你嘛想一下啊！你的每一分钱啊，在每一口饭啊，拢是为我家熬过去的啦。我干那想的，你甲阿文的敢有超过？大姐，我真正无这种想。我知影，就算讲我今麦个心乌出，予你看，你嘛嫌臭臊。要怪，就怪。我只是好啊啦，恁真正足奇怪的呢。迄王三太死遐尼久啊，啊王三太跟戴尼克也毋是同一个人，恁拢会当冤家安尼啊？就因为伊迄个面，毋是迄个面。就算讲，你今仔日找另外一个男朋友啦，嘛要予金花你搞搞去。既然你方阿姨敢若你予贼仔共款，那迄无要紧，规气我搬出去住，以后恁嘛免往来啊。等我甲尼克结婚，才放贴仔给你，安尼唔就无代志啊！我的意思嘛，唔是讲尼克会互伊搞搞去，你的意思就是惊尼克互伊搞去嘛？真正半暝吃西瓜，你反正啦！少年时阵唔吃醋，今麦才来吃醋，啊！伊伫咧顶阿姨，害我甲尼克去扫了你红台皮。洪安琪，我是伫咧替你顾翁啊，莫参照我啦！少年时阵哦，我甲家己阿顾好啦，我是惊你以后会跟我同款，唔免。无需你替我操烦，
我看查甫人的眼光比你搁较好。尼克无气嫌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无气嫌咱的家庭足复杂的，我就已经足珍惜啊。好佳仔，伊转去公司无用啊。伊若是听到恁头拄仔讲的话，伊心内毋知我爱叫的。难道就是安尼啦？啊，伊若是来叫吼，紧甲伊分手啦。伊你的条件免惊嫁袂出去啦。条件条件，你甲婚姻当作是咧讲生理，管身高计身。我甲伊尼克是因为阮个性合，互相欣赏，跟啥物条件无啥关系。我真正无希望，因为恁这时代的感情纠纷去影响到我甲尼克的未来。若是讲安尼，我叫尼克永远拢莫甲恁见面。阿奇，阿奇，阿奇啊！你跟丹尼克老的没结，是不是还在想王三太？我本来无在怀疑，俺无主张丹尼克做下你啊。你的目睭，唔捌对伊的身躯顶头离开过，甚至可以搬一个物件，就会当搬入你的梦。大姐个话都准多说，你哪会？我唔是痴迷。对待你可可是无同款，你家己想看卖啊。阿尊公，你唔是有娶一个女性？你是唔是早着去追求你家己的人生啊？我真正无，我对你二三十年的感情，你也要怀疑？好啊，卖讲这啊。讲起来，咱做伙也离过，你的青春嘛确实拢给我，你并无对不起我，所以对这么开始，不管你什么安怎，我拢无意见。阿哥，有几点？你要听清楚。第一，你若真正要离开，以后陪你家的一生五年，你拢变小心为本。第二，你是永远都生病，唔免想要一起叫别人爸爸。第三。你若是敢伤害安琪，破坏安琪的感情，你就莫怪我无待你。你替我洗你心的酒。出来无外久，就搞阮家弄个乱七八糟，又敢若亲像是代替王三台来找我报仇同款。我无可能安尼目睭金金看伊继续闹落去，若是真正是要搞阮弄个变鬼，我绝对先送伊上山头。这最夭寿的呢，这真正是比个恐怖片更加恐怖呢。其实我即马敢那用想的，我嘛感觉足惊的。真正是多谢天公伯保庇，我一条命后才会当救回来。啊，每一个人拄到这款代志哦，一定拢会惊的啦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你即马规章好好，
是讲，你讲甲你弄落去山坎的人是萧正业，哎，伊是恁小妹翁婿呢，哪会这么无人性啊？伊讲，我是要去处理永世后所在养生村纪灵地的代志，啊，迄个时阵我要接回主意，还佫有冠中去鱼港签约，结果我拄到罗依依，我说中伊的计，互伊讲分去。刷来萧正燕应该是想要阻止我把黄冠中带去现场，所以把我弄回刷卡。那安尼，你洪讲分去啊？啊是谁开车？所以就一定是罗依依开的啊。那安尼，想到到尾后是你和萧正燕弄落去刷卡。我嘛想过这件代志，啊，不过罗依依伊是牛津川走出来的机器人。我相信伊伫咧小镇甲我弄落去山坎进前逃走是有可能的代志。哇，欸，机器人，我敢那伫咧电影内底看过呢。我若是有机会哦，欸，看到欸罗伊的本人，唔对，本机器人，我真正想要甲摸看卖。啊，唔知影伊敢有迄充电插孔，还是敢有迄开关呐？太歹势啦！我讲了伤分去啊！啊，你拄只讲罗伊甲小正是啥物关系啊？是安怎因要做伙陷害你？啊，是讲其实小正伊哦是做伙方式嫁落去，啊，若无伊是人生的翁婿，应该袂遮尼凶啊！唉，这我嘛毋是真清楚啦。啊，迄个时阵伊甲牛金川行足歪，伊嘛足怨恨尚豪的，伊伫咧阻止尚豪。以后所在养生村第四期的计划，不管是不是有联手，无爱做输家，一定是牛进川。哦，那又阁是牛进川啦！我真正大概我头壳就疼的呢。是讲哦，伊本来就是恶魔啦，伊安尼无意三做嘛，不是一两天的代志。所以您看无爱做接受的，应该是萧正燕吼，因为你拄只有讲啊，你明凤阿姨足艰苦的，甚至嘛无爱多面对你甲王尚豪。唉，啊，萧正燕拢已经大人大将啊，伊是家己要做的，还是被威胁的，这拢是伊家己要负责的啦。我无可能因为安尼哦，就去怪罪明凤阿姨。哎呦啊，这款被威胁的为难哦，我就了解啦。我是受害者啊，大概伫咧替牛金川做歹代志的时阵，我良心拢就袂得过，就想要赶紧解脱的。所以，那萧正燕，像你要见你的小妹，伊哪会安尼做啊？我真正受无呢。我就是上不甘人心啦，我不希望伊伫咧感情上，伊伫咧受折磨。唉，人心哦，真是衰到落泪啦。啊，萧正燕因为恁大哥佮有牛进川因两个恩怨，啊，伊选择替牛进川，煞颠倒去害着你，人心一定无法度接受的。啊，不过唔对嘞，就算伊无法度接受，伊嘛袂用安尼凊彩就讲要嫁予牛进川的后生啊。哎，侬无甲走动哦！伊安尼等于是为这个火坑跳入去另外一个更加大的火坑呢，你怎哩想袂开啊？我人生就是安尼啦，个性就硬，只要伊决定的代志是无可能改变的，除非伊家己想开，才有可能回头。哎呀，夭寿呢！啊，脾气哪只尼硬啊？侬无想讲厝内底人会烦恼？啊！不过我今毛上安慰的是 Damon 在伊身躯边。虽然 Damon 伊是牛进川的后生，啊，不过伊这个人格就挺人心的，而且伊嘛就讨厌牛进川，无参像伊另外一个人格梁佑胜，就两心的嘛就重视伦理培训。所以我想 Damon 一定好好照顾人心。啊！不过安尼讲来讲去，咱是毋是应该先解决迄个发号施令、闭关闭关牛进川啊？先甲伊搬到岛啊，安尼哦，你甲仁心才会当等伊过去，来见小伊生活。我嘛才会当等伊好好照顾我的阿妈啊。所以这是咱即卖上大的目标啊。啊，若无我哪有需要温暖我即卖的身份？我就是要让牛进川唔知影我还佫活嘞，甲咱两个人当作是同一个人的模糊地带去收集证据，才做一届甲搬到岛。所以袂打草惊蛇。小雨，接下来我的计划，阁请出来你甲我斗相共哦。无问题，我绝对有挺你到底。你甲我阿妈救出来哦，你已经是我杨小雨的大恩人啊！
我敢当我阿妈一个亲人，我家己的性命看到比我家己搁较重要，所以只要你爱我做啥，我不管偌危险哦，我拢无第二句话。多谢你，今嘛我是你的靠山，你嘛是支持我的力量。咱两个人哦爱互相照顾，不管以后会遇到啥物困难，我相信咱两个人都会做会克服。嗯。新娘进传传嘞，快讲啥？跟伊见面了吧？老所在不见不散。刘金川约我见面，可以啊，马上就来啊呢。不管这个刘金川有外恐怖，我拢会伫个背后跟你做伙面对。那安尼哦，你碰家咪跟我阿妈去踅踅，已经差不多要转来，你可能要先离开，啊，若无拄到因就害啊。好，我嘛要赶紧去准备起我物件，那我先来走。希望我会当赶紧脱离牛进川，甲阿妈好好过生活。哎，恁两个新来的哦，怎搞动啦？我是恁牛总裁找来的，谢啦。回来。啊，唔着开门，无手哦。哦，牛总裁，你今嘛哦愈来愈有派头呢，今嘛阁有两只看门狗，啊，唔知后一届来有啥？啊，还是我后一届来的时阵，爱参像迄古早时代见皇帝安尼三跪九叩。那真正三跪九叩，你也甲我讲哦，我爱穿前护膝。哼哼，啊，真正去食王三文道米甲水呢，那愈来愈肥啊，连讲话口气都甲人同款啦，正口倒下。无啦，天使总裁，啊，我知影你大人有大量，一定袂甲我计较的。啊，不过若真正三跪九叩，你真正会甲我讲呢？我若脚头有受伤哦，我是要安怎替天使总裁做代志？对。你敢真正咧甲我讲耍笑？我有你的眼神，看会出你无参像过去安尼惊我，无怪啦。在地检署咧甲我呛声，还佫有今日早起来用到你甲我骂的时阵啊，哼，袂输敢真正是冤仇人咧。好佳哉啊，我知影你是杨小鱼，啊若无，我会当作你是高人咧。啊去找你呛声算数的，就是真正高人咧啊，哪有可能客气啦？啊，恁敢唔好一个交代？啊，什么交代？嗯，我想讲哦，你会当了解我的苦衷啦。虽然我即卖唔是高人美，啊，我是演高人美的。迄影片内底，我是苦主，而且食药足严重。我知影人咧死去，我当然替高人美呛声啊。我若是无呛声，我是毋足奇怪。我知我若是感觉奇怪，万一因掠包我是杨小鱼，安尼毋着害天使总裁你计划失败。我敢想到安尼哦，就算讲我对高人美用含含的代志无感觉，我嘛是咧不小心咪呛声啊！啊，总裁，还是你今摆已经无需要我，会当教我阿妈还我？啊，恁真好咧！我就是当我想小鱼本色演出，免阁演高人美，我就话输了就话输了，会当想网红我就想网红啊！这才是你真正想法对无？是讲你的算盘？都未定了上早，我真无简单，才等你宏观出来，当需要你，唔通未记哦。你有答应我，要替我做五项代志，到即马阁未完成。只要你完成，我会照片照镜，帮你离开。哎，我就知影未当到天使总裁，你我拍拉紧啦。是讲天使总裁，你敢未当互我看阿妈一下？我足久无看到伊，我拢唔知伊的状况呢，拜托你啦。若是无方便哦，失去嘛会使啊。哎，我真正足想要看到伊，看到伊就好啊，就算一秒钟嘛，无要紧，拜托你啦。看起来杨小鱼佫唔知因阿妈已经无伫我手头的代志，安尼
我赶快当好好利用伊，无可能啊！是安怎？我拢照你的话去做诶。干母，你敢拢无欺骗我？当然嘛无啊。连这款画面嘛有，牛靖川真正是神通广大呢。安怎？有敢轻易花销？真简单啊，只要敢开钱啊，我都袂输敢有神通共款，啥物代志拢会知影。你看卖啊你啊，这简单就想要反背我，人甲你煽动两句啊，你不敢联手来对付我？无啦，天使总裁，哎，侬与肖正业伊威胁无啊？哦，啊，这都还怪你啊！是安怎肖正业伊会知影阿妈的下落？你都知影阿妈是我上要紧的人啊！就算哦，我心内无想要反背你，啊，不过为着阿妈哦，我都嘛都安尼做啊，这都甲我甲你同款啊，哪会当怪我？莫讲硬话啦，会背过的人啊，都是背过，有一边留第二边。我的肉肠无遐快，除非你完成答应我做的代志，啊，若无我无可能让你阁看到恁阿妈。你嘛免去问肖正彦，因为伊无可能知影恁阿妈我所在啥物所在。啊，不过我认识牛总裁，我们是即款袂瘾参详的人啦。哦，除非是我阿妈是咪走无去啊，所以你才不爱让伊见我。一定是我讲的呢，你讲我阿妈走去倒位啊？莫搁顶面啰嗦啦，赶紧做你该做的代志。只要你成功，我答应你，让你看你阿妈一届。来，你是啥？好所在要申请复工，有关单位会可以去港重新检查你水质。真简单，这个代志你之前做过啊，你一定做一遍，处理的好势，还会记的，绝对袂当好所在复工申请通过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知影，那呢我敢袂当离开啊？嗯。是爱照顾你啊，那你甲我对调调啦。因两个哦，免这么搞干吼，我家己处理就好，唔免啥。我未去跟你讲啦，我惊你有危险哦。我已经开始，这两个细汉的吼，会做你的保镖，你看我有担心无？天使总裁，你遐因两个人，敢不是我？敢唔免？你即马出头遐济着啦。无甲你定个好势，我敢会放心？我讲过，会飞过就是会飞过，有一届就第二届，我无可能乖乖踮遮等死。恁两个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甲对好，甲监视，会做伊该做的代志。若有啥物奇怪状况，随时甲我汇报。小心！你闪啦！这个杨小雨愈来愈无受控制，你感情甲高人美愈来愈深，
罗顺公食落嘴烂嘛无遮紧啊。也毋过拄仔看你食物件，还佫讲话时感觉遐尔粗鲁，即个确实是杨小玉无毋对啊。敢讲是我想伤多。好啦，行啊。两位大哥，我想要尿尿啦，敢袂当请恁伫个外口小等一下？去便所遮伤老啊啦，你莫想要变鬼变怪。你若是超过三分钟无出来吼，就算你走我便所，我嘛从你来抓。我知啦，莫遮尔紧张哦。便所内底窗门拍袂开啊，而且我嘛袂晓飞，我嘛袂晓钻地洞，我无位通走啦。好，莫遮紧张。你已经在遮，啊，若无我真正错死我。是讲你脚手真美嘞，衫都给我好啊。啊，你的衫拢是我穿的，我加买一套就好啊，真简单啊。我拄则在收到你的地址，我就先乖乖在等你啊。好啦，即马时间就赶紧嘞，我先紧嘞跟你讲，迄恶魔刘总裁要我做新的任务。这内底就是给我药啊。啊，之前迄水质有问题，就是遐我家己药啊，哦，注入去内底，迄检验才会出问题，啊，才会用勒令停工。起码伊就是听讲已经死一边，要重新申请复工，所以才叫我继续搞破坏。但是要安怎？要阻止对方继续攻击，当然卖让对方抓准讲，伊的攻击已经成功啊。哈，所以你。你意思是爱我真正把这药煮入去哦？哪有可能啦？咱只是要骗对方，哪有煞把家己拢背入去？刷牙都搞好啊！啊，我先出去，你家己先闭起来，较细节哦。好好。哎，你治好阿妹啊？时间到啊！你若搁唔出来哦，我只要弄二秒。人美花眼真正是有够紧的，看起来伊比我搁较够应付牛津川迄两只狗，安尼我着放心吗？一粒山是有偌大啦，啊恁找无人，我即只头甲恁相输啦，因两个哦绝对搁咧山顶啦。啥？志廷爱落山？哪安尼哦？志廷爱甲苦劳甲大力哦，因绝对见过面啊啦。伊一个查某囡仔找着人，你找无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找无人吼，就甲户口拆去大街上，莫去回来啊啦！不可靠。
真正是有够低落的。你这敢是高人美？阿姨，那叫两个村民了给押上车，敢讲会向个白走？高人美那是向白走的，照伊个车白白个性，伊绝对反抗，为了喊救命，那乖乖对人走。刚刚小看我们弟而已。高人美，我们家高人美，啊，你那个出来你家，这里是不是经营啊？高人美。这是彭丽红的声，我哪会像你说去拄到这个瘟神？高美，无你有何分身术哦？我拄只看一个查甫干生做神的，叫两个查甫人哦，啊上车，啊就讲你是不是叫我们白走的？我一外头，搁你才看到你。你是目睭瞎呾，还是头壳有问题啊？什么分身术？你若是头壳有问题哦，还是目睭有问题哦，你倒去挂号看医生啦。我无时间甲你咧消话。你这人安尼啦？我甲你烦恼哦，你是毋是去用压走？还是即摆去甲我呛声，搁对我歹声嗽？你这人足无礼貌呢。我甲你敢是朋友？先后硬要讲起来，阮翁甲阮大官甲你是死对头呢。你无需要。关心我，所以我嘛无需要对你有礼貌，咱就各人行各人的啊。你若是讲你搞我动，我要打电话啊。等下啦，我只是问你几个问题尔，你要打电话讨救兵哦，搁要去人后边投哦。你若是叫我投，你就赶紧给我走啦。哎。你手来创干呢啊？你跟你有啥？杨小鱼，卡点进来。你那小小心眼，发现你的身份，你都危险。哎呀！是郭志良，我已经无欠你啊！你紧走，莫再来破坏我的生活！你走，你紧走！竟然把我当作是郭志良，到底是咧搬戏，还是真正精神无正常？如果是你，你是咧偷皮疼？你是安怎要对我讲白贼？小鱼明明在你的车边啊，你是阿高讲无？你分明就是要暗害我的女朋友啊！公共场所监视器画面，你拢调有，恁家有啥物件？伊迄个结拜小弟，就是戴尼克。伊一博杯啊，随银杯，啊，袂属于真正三台灯啊，同款。人会当骗人，那有可能会当骗神？伊真正是阿呆。刚刚我帮你用手砸无，你捌看你哦，妙到硬无？上菜，是你。迄个不是伫鱼港救我罗小安，甲我格斗场领皮迄个人，因两个人来做伙。尤其那是真心啊！就算讲伊带领红阿婆的结婚，我也搞不死，阁有一个希洛会帮我耍。永阿婆，我即马得甲拍到这个位啊！丢亚姐，又阁来一个找死的，我得拍死解算一下。尤其啊，你卖怪我啦，咱这世人哦，叫苗文聪，后世人又好我淘汰，咱残无高，水无老，卖阁装阿婆。想伊啦，心情真痛，山盟海誓去变卦，情路到这心畏寒，会
下山乌伊哭无声，爱情啊，是心心念烧我，偏偏受风受雨受折磨。卖讲梦伤痕累累又管无看破，用我生命甲你换，用我生命甲你换。我问你敢也不敢，爱情啊，是心心念烧我，偏偏受风受雨受折磨。卖讲梦伤痕累累看破，用我生命甲你换，用我生命甲你。